他们这个时候公布的话，对我们歌迷来说真的很不 OK 的。那我们现在要等他们看如何处理这一场嘛，因为大家都排得很辛苦嘛，一天一夜下来了。应该早已没期待，应该生死为何仍未放开。小姐，你是从高雄今天特别来吗？是的。那有订住宿吗？没有，因为原本我们就计划要赶回程的。搭夜车。对对对。刚是怎么知道就是停办的消息的？那我是朋友打电话来说的。啊，对。所以那时候已经在路上了。我们已经到了台北了。到台北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样，他们这个时候公布的话，对我们歌迷来说，真的很不 OK 的。当然喽，你看我们都大老远跑来。那我们现在要等他们看如何处理这一场嘛，因为大家都排得很辛苦嘛，一天一夜下来，今天是第四场。那前一场有人去吗？看他的状况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因为前一场要看有没有人去看过啊。那我们今天是来排第四场的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张学友的状况在哪里。那我们也是刚刚才看到手机才知道。